巨型鲸鱼炫光水母一起随波起舞，歌手刘若英暌违七年终于来到澳门，带着歌迷一起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。你好吗亲爱的，各自放心的努力过着。用温暖歌声陪伴好久不见的粉丝，希望借由音乐带歌迷飞离现实，抛开一切烦恼。深爱你，不然我不会想起你就想哭。演唱点亮橘子时，台下还有歌迷特别戴上会发光的橘子帽，暖心应援，让刘若英又惊又喜。你们怎么都变橘子头了？导播，你们等一下一定要 take 他们一下下。你们看到我为你们做的橘子了吗？谢谢你们这么多年一直的陪伴。而演唱会上不只有白发苍苍的铁粉，也有跟着爸妈一起来看的小朋友，不禁让他感性了起来。谁是带爸妈一起来的？我今天还有看到好多小朋友都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干得好，你一定要从小就让他听刘若英的歌，这样子我就可以一路唱到80岁。承诺粉丝会一路唱到80岁，感谢歌迷一路陪伴，才能让他有坚持下去的力量。明星闻，做不到。